大家好，今晚呢就是香港中国事动中心所创办的支取圣年圣言力量的最后一辑，因为呢这个节目呢将会在明天呢就做完最后两个节目之后呢就暂到一个段落了。所以呢今天是我们支取圣言力量的最后一集，我怀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呢，觉得应该是庆祝一下的。所以呢今天呢就为大家揀了这个音乐，是愿你的国度降临。今晚就全程可以倾偈嘅喎，德基可以隨時開咗個麥啊，隨時可以出聲，因為我哋今晚咧係一齊做依個嘅慶典，讓神嘅降臨，讓我哋咧喺佢嘅國度裏邊一齊去開開心心咁歡度今日嘅時日，並且喺歡度嘅過程裏邊係有神嘅臨在，我哋同神一齊嚟到慶祝。好，我哋聽一段嘅歌先啦。属神的子民，不凡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神的国降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乜嘢疫情，乜嘢都唔使惊啦。我哋靠住圣灵，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倦，与众圣徒同在。有权柄和能力。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是靠我们的权利和能力，我们是靠我们的圣灵，我们一起面对各种的困难。属神的子民，不凡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的国度降临在你的面前。心属耶稣的生命，与耶稣的生命。愿你生命彰显在这里，神的灵就彰显，所有的神迹，所有的医治，都在我们的身边，同神的同在。好，今天呢我们选了一个诗篇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喺度，冇错啦。咁一齐睇下今晚嘅诗篇，系拣咗嘅，为大家拣咗嘅咧，就系诗篇嘅十六篇五至到九节，大家都好熟悉嘅。咁咧，我哋一齐先读下佢先啦。啊，唔系，我哋先要谂下先。嗱喺呢个时候咧，唔知你嘅心情系点样？疫情咧就過去咗啦，咁啊照計都唔使好擔心咧，即係感染嘅問題係嘛？今日咧你應該做咗測試，你嚟得到見到面嘅話咧，應該都係陰性噶啦，冇事噶啦。所以咧疫情咧已經唔係好擔心，但係擔心嘅係乜嘢咧？就喺今日嘅時候咧，我哋但以理學院咧有一位嘅好忠心嘅仆人咧，就成日都喺做街頭報道嘅，啊差唔多一個禮拜出街幾次嘅。一位警民的同學呢，今天呢就跟家人，他的太太和兩個女兒是移民去英國，今天離開香港，臨別依依，其實都不捨得的，但是他呢決定了，去英國呢重新開始，在曼城的地方重新開始的新生活，我們當然送上祝福啦。又或者呢最近呢這陣子有一個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就跟我说，他现在在想很不开心的事，就是离婚了。他知道离婚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又有不得不离婚的理由。
咁啊問我嘅意見，咁咧個心情咧都係好唔安。究竟我哋作為教牧嘅，對於啲咁嘅情況，可以點樣幫到人咧？另外一方面咧，就我而家最多上得最多嘅嘢咧，就係、下個禮拜一，我哋呢個節目咧以新嘅形式，就係、用一個嘅職場關懷牧養講座嘅形式再次推出嘅時候，咁咧其實好多嘢咧都未曾籌備好啊。雖然咧每日都係諗緊呢樣事，咁目前你又有啲乜嘢係喺你嘅困擾、喺你嘅受苦、喺你嘅猶豫或者擔憂嘅裏邊咧？你檢查一下你而家嘅心情、你而家嘅處境係點樣咧？咁啊得嘅，如果你想開麥講下都得嘅。你而家有啲乜嘢諗緊啊？為我家姐祈禱咯，頭先又唔係舒服咁樣。佢點樣樣啊？佢你家姐碰到嘅問題係乜嘢啊？佢痛咯，就咁樣咯。聽唔到，你再講一次。佢點樣話？我家姐唔係啲舒服，佢痛咯同埋嘔啊。哦，屙嘔 ，OK， 好啊，好啊，所以都係身體軟弱啊，即係好多屙嘔嘅情況，屙嘔都可能係染咗，即係依個感染喎。佢有冇 check 咗係陽性陰性啊？係陰性㗎。佢陰性哦，咁起碼排除咗個原因先啦。係啦，咁嗱，即係無論你而家嘅處境係點樣樣啦，好似阿德基嘅家姐係屙嘔，身體不適，又或者你而家準備緊移民，準備緊離婚，好多好多不知嘅明確嘅。都會在我們的周圍困擾，那我們怎麼處理呢？詩篇十六篇呢就這樣教我們的，我們一起讀一讀這篇的詩，我們選了五至九節，全篇的詩是十二節的，我們選五至九節，我們一起讀吧。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福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要称颂那指引我的耶和华，在夜间我的心肠也指教我。我让耶和华常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啊，呢篇诗章写得好靓啊！佢真系教晒我哋咧，点样去面对我哋好多忧虑啊、犹豫啊、困扰啊，甚至咧系真系好多唔能够掌控嘅发生我哋周围嘅事。读完之后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呢？我跟大家一起去经历过这个诗篇里面的内容，以致我们能够投入去诗人写这篇诗的时候那个心情。我用了这个方法，在五至到九节，其实一步一步地带出我们的身心灵的安泰。我们调回转头，我们这样想，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现在在安然居住。我们要用一些想象力，想象一下呢，我们不要被这个环境困扰着，我们不要被这个移民的担心，不知道到那边怎样呢，不知道仔女适不适应呢，不知道找不找到工呢，不知道带他的钱够不够使呢，所有的问题呢都不要想，放低他。如果是离婚的话，不要想着呢离未得成，离了婚之后怎样，不要想那些东西了。就是现在想一下我们当下这个情况，好像你的德基、你的家姐这样，暂时忘记了身体的软弱那些屙呕先，只是感觉一下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身、肉身、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说身心灵是开心、是快乐、是安然的，那是怎么样呢？我们经常都说人是由身心灵所造成的，如果身体突然间没了手、没了脚、没了气，那就挂柴了，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有个肉身，但是你的心情是怎样呢？
你的心情是开心快乐还是受苦呢？灵是什么来的呢？灵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人是万物之灵，灵是上帝所赐的，因为呢他吹了口气我们的身上，以致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我们可以呼吸，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灵和神的灵来相交，以致我们能够感应到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是身心灵都是欢喜快乐是安然居住的时候呢，是那种的满足感，那种的平安，那种的完全依靠，那种的情况呢就出现在我们目前的状况啦。所以我们眯埋对眼呢，我们想一下，当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安然居住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就会很雀跃了，我就会真的想扎扎跳啊，真的周围告诉别人我现在很开心啊，我现在很掂啊，真的 很开心很快乐啊，很舒服很满足，我就会将这个心情呢话给我周围的听，亦都话给我所相信的上帝听，上帝啊，我很开心很快乐，我多谢你，你给我一个灵里面的同你的相交，于是呢我在你的保护底下，我的身心灵都安泰舒服，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这个正正是圣言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做了这么多晚的节目，就是想入去这个身心灵的状态，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人的身心灵都得到满足的时候呢，就再无愁虑，再无疑惑，再无犹豫的地方了。我们首先呢给自己进入这个身心灵安泰的这个状态，可唔得啊？得机做唔做到？嗱，你可以出声噶喎，今晚有好多嘅互动嘅环节，唔好我个人讲晒啊！得唔得啊？你身心灵嘅安泰舒服，咦，出咗去添喎，唔紧要咧，佢随时可以翻嚟，可能嗰啲网络嘅问题。嗱，当我哋喺个身心灵嘅舒泰嘅状况里边咧，我哋调翻转头睇下呢边先，跟住落嚟嘅咧就系。啊，点解我哋可以做到呢样嘢啊？就因为耶和华喺我嘅面前啊，唔单止喺我嘅面前啊，仲喺我右边。右边系乜嘢？右边系我哋嘅力量嘅来源啊嘛。大部分嘅人都系右手嘅，系咪啊？所以我右边系我嘅力量嘅来源啊。咁我就不自动摇，我就唔会摇摇摆摆，就唔会一时开心一时唔开心，我就唔会好多忧愁好多嘅顾虑啦。耶和喺我嘅前面，耶和喺我嘅右边。我仲担心我4月21号嗰个新嘅节目搞唔成咩？唔使惊嘅，当耶和华喺我哋嘅前面，喺我哋右边嘅时候，移民又怕乜嘢咧？系咪啊？咁多个月都搭唔到飞机去英国，咁而家开通翻啦，通航啦，可以搭飞机啦，可以同仔女一齐去英国啦，仲可以去到曼城嘅地方添，系咪啊？虽然嗰个地方咧，仲要去到，仲要搵屋，虽然咧嗰个地方要安顿咗落嚟。可能头一个月咧都未必揾到工作，但系唔紧要啦，系嘛？带咗钱去，起码可以俾自己挨6个月嘅时候，又唔使担心呢啲嘅问题咯，唔会再怀疑自己应唔应该去移民咯。嗰啲问题已经过去啦，不再摇动，唔会改变主意啦。我应承咗要做呢个节目，做呢个职场关怀牧养嘅节目，我就谂下点样去做好佢啦，唔会再动摇啦。为什么啊？因为神在我面前，我现在的状态是身心灵都安然快乐。德基，你的家姐呢也都要因为有神在 她的面前呢，她是不致动摇、不怕我是哦好不要紧啦，咪试坐多一点的时间咯，是吧？不会伤到身体的，哦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呢将来、已经感觉到呢就是个身心灵的安泰了。德基又出了去了，可能個網絡都不是很穩定，不過我知道他想回來的，希望我回來聽到。好了，因為有神在我們那裡，我們的身心靈就安然快樂了。好，那跟著為什麼呢？還有、跟著下去、原來呢不單止神在我們的面前、他還稱重我的耶和華。為什麼？因為他指引我，他告訴我怎樣做，他的心腸都教導我，他將我要做的事一樣一樣地告訴我、如果是患病了，現在是嘔吐痛的時候，去看一看醫生啦。我最近太太也是這樣的情況，
啊，佢有一個身體上面嘅衰弱咧，佢好擔心，話俾我哋聽，咁我都幫佢唔到噶嘛，我唔係醫生係嘛，我又可大可小噶嘛，咁嘅情況係嘛，我話你去睇下醫生啦，你過去睇下醫生，醫生咧就搞兩搞，啊，十分鐘之後搞掂，話你呢個係咩病，嗱俾啲藥你食，咁啊一食咗藥之後咧，哦，所有身體上嘅病徵就冇咗咯喎，係有醫生係指教佢，而且因為耶和華喺我哋嘅前面，喺我哋嘅右邊。他指引我们去看医生，指引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移民，怎样面对我们是不是需要离婚，怎样面对我们将来要搞的节目。我的心肠啊，我的心肠是因为有耶和华在我们的里面嘛，安然居住嘛，所以他指教给我们的东西呢，我们就听到了，我们就受教了。啊，无论是日间夜间，耶和华都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右边。我哋不致动摇，我哋嘅心灵就欢喜快乐，肉身亦都安然居住。其实咧系咁样嘅原因。不过我哋由尾走翻转头，一层一层咁样解释，点解我哋而家嘅身心灵咁舒畅咧？因为神喺我哋嘅面前。点解神喺我哋面前，我哋心灵舒畅咧？因为咧，佢同我哋唔单止喺我哋同在，仲指教我，将佢嘅意念，将佢嘅想法话俾我哋听。以致咧，我哋行所做嘅嘢咧，都啱佢嘅心意。好啦，跟住嚟点咧？啊，跟住嚟紧要啦。佢话佢用绳啊，同我量咗个地界，俾我哋落在佳美之处。我嘅产业啊，实在系太美好啊！啊，原来佢唔单止指教我啊，仲帮我圈咗块地添。嗱，呢个量咗嘅地方就系我噶啦。我行呢度做呢样嘢，冇事嘅。啊，无论我哋系患病啊，睇医生。或者是咧食即成藥啊！呢、這個地界是我哋嘅，我哋去英國喺曼城呢個地方，我哋就住喺呢度。呢度咧就喺佳美之地，對我哋將來所追住嘅環境啊，落在有個地界，有個盤，有個地盤啊，界開神喺呢度界開咗俾我哋，俾我哋咧話俾我哋聽，喺呢個地方咧係好嘅，喺呢個地方咧我哋唔怕嘅。啊，無論我哋而家係落喺呢個患病當中啦，又或者唔係，已經好翻曬啦。咁咧，我哋已經翻緊工啦。我哋而家咧有自己嘅親人啦。咁呢個親人，我哋個工作環境，我哋所認識嘅朋友，咪界開曬一塊地咯。我哋嘅就喺呢塊地裏邊咧嚟到經營自己生活。咁塊地咧係一個佳美之地，因為我嘅產業係美好嘅。咁你話乜嘢係我哋嘅產業啊？係咪我嘅金銀珠寶啊？係咪我嘅？保險箱的財產啊，是不是我現在那間屋啊，賣了間屋啊，個地契啊，什麼是我們的產業啊，還是說我們的子女是我們的產業啊，但是無論什麼是我們的產業呢，現在這個地界裡面呢，我們都是這麼美好的，我們都是啊，個產業都是好的，啊，這個很厲害了，這個英語很厲害，這個產業是很厲害，為什麼啊，我們再看下去，原來第五節才重要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原来我的产业是我的上帝啊，是我的耶稣基督啊，不是金银珠宝啊，不是我层楼啊，不是我的子女啊，不是我的实质上可以拥有可以支配的东西，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上帝，是当他成为我们的产业的时候，哇，这件事就重要了，他不是赐了金银珠宝给我们啊，不是赐了什么给我们，因为他就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产业，属于我们的，上帝是属于我们。哇哇，这个感觉真的良好，以前就说我们属于上帝，现在就是上帝是属于我们，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喝那只杯里面的福分，原来他就在那里给我们喝，给我们占住，就是在我们的杯里面的福分。我所得的，无论你所得到是什么啦，现在你有楼有车有老婆有仔女有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你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啊，上帝啊，你为我揸住 hold 住，为我持守住一样，守住就不会被人抢，不会被人拿得去的，是不是，你那个福分保持住，是啊，保持住的，是没有人可以拿得去的，这个福分。哇，整篇诗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啊，是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份，他用住揸住我们，同我划了个地界，这个地界里面呢就是神为我们量了出来的，给我们在这里生活的，给我们在这里活动的，啊，无论我们所有的遭遇，在我们的地界里面的遭遇，
都是神美好的旨意的一部分，他会教我们怎样去做，他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在我们的右边，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不怕动摇的。因此因为这么多样东西发生了，我们有福气，我们有持可以持守的福分，我们有地界，我们有佳美之处，我们有神做我们的产业，有神给我们的指教，神和我们的同在，我们不致动摇，这样我们才心安欢喜，心灵的快乐。我觉得作为我们今晚这个的最后的一集呢，哇，这个真是美好的祝福。原来呢，支取圣言的力量，神成为我们的产业，成为我们力量的泉源。他还告诉我们，我从这个节目里面圣言的力量里面得到的，神为我们持守着这个力量，他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这个佳美之处，使到我们不致动摇，使到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都安然居住。哇，这个实在一个美好的诗篇，作为我们这集的结束的一个的圣经的力量呢，是不得了，非常之美好。你想想，我们正话呢就是走了这个这样的1、2、3、4、5step 了，五个步骤了，从我们的肉身身心灵的安舒平安出发，去寻求进入神的面前，感觉到领受到称重神给我们的指教，然后感觉好踏实地样，实实在在地样感觉神正为我们的产业落在我们佳美之处，给我们持守住这个杯中所得的。啊，有晒咁多样嘢，有咩好惊？有咩好惊？我哋仲系讲开始嘅时候，我哋讲过，无论我哋移民或者面对离婚嘅挑战，又或者我要推出呢个元宇宙教会，推出呢个新嘅讲座，或者德基嘅家姐而家仲在身体的软弱屙呕之中，有啲乜嘢需要惊？呢啲目前的处境又点能够阻碍到我哋嘅身心灵的安乐呢？我哋停一停，用诗歌俾我哋再想一想我哋呢个美好的事，然后咧感觉一下上帝同你嘅同在，进入神的国度。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圣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原来神给我们的应许，国度的降临，我们可以藉着祷告祈求，可以得着圣灵的力量。这个就是我们在圣言里面所得到的大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不是靠我们的势力，是单单依靠主的圣灵。我们就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就宣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用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
国度降临在这里，因为我们不再是孤单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高举耶稣的圣名，感觉我们住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惧怕，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使到我们与耶稣的分开。无论我们做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没有任何会成为我们的难处，没有任何身体上的软弱会打败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拣选的子民，子民带着圣灵的力量宣扬基督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这个就是我们天国子民带来世界的福音。看见你国度降临，我们一起欢呼，愿神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方。同心高举主耶稣的圣名，愿你降临彰显在这里，是新生机智能力，我们助力在你的同在里。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见到神迹，我们开眼可以见到神迹的能力，神的国度快降临在这里。啊，这首歌呢作为今晚我们的结束呢实在太美妙了。咁呢跟住落嚟呢我们要讲下咯，我们下一期呢做的嘢系乜嘢呢咁样。啊，德基啊，你系啦，写错字，的字啊，你有翻教会个嗬？诶，有啊，诶，翻布浸啊。哦，布浸 ，OK。咁喺你系咪做紧嘢啊？都系诶，做银行咯，做诶嘢咯。我喺银行做嘢嗱，你有冇喺教会咧？咁有牧师关怀你啦吓。咁你喺你做嘢嘅银行里边有冇人关怀牧养你啊？我做 cut down 嗰啲咧，成日走本嘅。哦，你成日要周围走。系系系。咁有冇人跟？有冇啲传契啊？或者有人喺职场？有，我哋星期六夜晚咧就去到律师法团咯，吓，即系在职未婚嘅同会友一齐参加咯。哦，咁啊太好啦。同埋头先讲到咧，就喺度。始终我们要信靠信服神，始终都会带我们去到 Promised Land 的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嗯，没错了。即是早上有太阳，晚上有月光来去带领我们，不用这么担心。应该就是我们在耶和华是我们的，这个都是苦难的时候，就是好像约伯那样，以前封闻你有你，现在真系亲，但系睇到神嘅作为咯。冇错啦，冇错啦。嗱，我哋一个基督徒咧，唔单止喺教会里边咧系一个会友啦，喺我哋嘅职场上边，我哋都系基督徒嚟嘅。我哋咧都可以咧同神有呢种嘅关系，同埋咧喺教会得到牧师嘅牧养，喺职场嘅里边咧，你都可以得到职场上嘅牧者同你嘅牧养。不过咧，大家嘅牧养嘅方法，因為咧碰到個問題唔同，喺教會碰到個問題咧，可能係侍奉上面嘅問題啦，啊，可能係你工作家庭上面嘅問題啦。但係一講到呢啲問題咧，如果你教會嘅牧者咧，佢唔係做過嘢，佢如果佢未做過嘢嘅話咧，佢實在咧佢唔識得點同你講落去，即係經歷過啦。係啊，佢冇經歷嘅時候咧，佢講唔到，佢幫唔到你。咁好多人咧就話好啦，你講咗俾我聽，我就聽下啦。哦，原來你同老闆嗌交啊，原來個老闆對你唔好啊，唔公平啊，原來啲同事同你唔夾啊。啊，原來你想做咗好嘢，但係老闆唔讚你啊。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咧，好多時咧嗰個職場嘅牧者我意思教嗰個牧者咧，好啦，我為你祈禱啦，得機你咩需要我為你祈禱啦，咁就拜拜啦。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係話，唉，唔好淨係咁幫翻佢啦，唔好淨係咁教講個祈禱啦。我哋有啲實質上可以幫忙佢嘅地方噶嘛。咁舒服咧，我哋討論下喺職場裏邊實質幫忙嘅地方。
咁你見到咧右手邊呢個圖咧，就係、是、我哋將來喺下個禮拜一7:30咧會去嘅地方啦，就叫做一個係啦，叫做一個 gather town， 係一個、一個市嚟嘅，一個市咧叫做聚集村，一個聚集村裏邊嘅情況。咁我哋咧呢個就係我嚟噶啦。嗱，你入嚟嘅時候咧，你又會出現喺度噶。咁點解入嚟咧？你就喺呢個時間裏邊咧，就 click 呢個咁樣嘅 link。咁呢條 link 咧擺咗喺嗰個嘅網站咧，就係 metachurch-hk.org 嗰度咧就可以揾到嘅。如果唔係咧，你就 copy and paste， 到時撳呢個掣咧就會入到嚟呢度噶啦。咁但係唔係喎？我想開個户口，變咗咧我可以整個化身。你見到我哋而家有個化身，整個化身啊，咁咧你可以早啲入去。就去呢個 gather.town 呢個地方，就係、是、呢幾個字嘅啫。喺網電腦上面打呢幾個字入去咧，佢就話你，你俾個名你自己啦，開個户口啦，用個電郵啦，整個密碼啦，然後整個自己嘅化身啦，咁樣。咁你可以揀嘅，有須冇須啊，你要揀呢個化身。咁化用呢個化身入嚟嘅時候咧，咁咧就可以，你又見到我，又見到你噶啦。但係如果你話，唔得，太複雜啦。我唔識搞 gather town， 我就用翻 Zoom 啦。咁我都仍然係提供呢個 Zoom 嘅户口俾你嘅，同埋呢個密碼。咁咧變咗咧，你可以喺 gather town 同我哋相會，又可以喺 Zoom 嚟到同我哋相會。啊 ，Zoom 咧就而家咁啦，即係我淨係見到一個蒙查查嘅樣啦。我又唔可以特別，如果有十零個人，我又唔可以個別傾偈啦。我又唔可以行埋你旁邊啦。啊，唔得。咁但係喺呢個地方咧就得嘅，可以行埋嚟啊，同你都接私語都得嘅。又或者我想放一啲嘅影片，好似而家放啲咁嘅影片咧，亦都可以喺度放出嚟嘅。咁因為呢個係元宇宙教會啦，咁所以個時間咧亦都登埋出嚟啦。我哋香港嘅時間咧就係星期一嘅8:30至到9:30呢個時間。最好咧，如果係 New York 仲可以爭18個鐘頭。咁佢咧就係朝頭早嘅8:30，我哋就夜晚8:30。紐約就朝頭早8:30。如果澳洲有個朋友都話想嚟，咁就我哋快佢。他就快我們兩個鐘頭，那他就10:30、那搞到11:30才有一份、如果是倫敦，我有個朋友去了英國、去了英國移民的，如果他想來的就是下午1:30的時間，那如果你在美國西岸呢就不行了，5:30就睡醒覺了，那就來了。那希望將來呢、這個所謂元宇宙嘛，那人來的那些人不單止只是香港的了，我現在認識了一班朋友呢在馬來西亞的，他又有一間元宇宙教會的，我就答應了這個星期日我先去那裡探望他們，希望我們邀請他們下個星期日夜晚，如果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話，我不知道幾點，應該再查一下，好像我們都快過他一點點，即他應該我們8:30應該6:30左右，我估計大家在這裡元宇宙上面聊天，我們希望下個星期繼續用一個新的形式講一個新的話題，就是了，幫助我哋一齊去一個互動嘅探討。咁咧就時間，而家8:04啦，我哋今晚嘅節目咧就到此為止啦。我哋拍下手掌先啦，慶祝我呢個節目圓滿成功。多謝多謝阿文安。咁啊，德基，臨別贈言，有啲咩想講？想你講得幾好咯，同埋就有多自己再睇翻聖經有啲思考咁樣咯。好啊，咁啊做咗，我都讲咗四段嘅经文啦，同埋教我都祝福你祝福你就系验下落你神啲神与你同在咯。多谢你啊，身心灵都舒泰系嘛，心欢喜，灵安乐，同埋咧肉身安然居住啊，因为上帝同我同在。咁德基，希望你下个礼拜都继续出嚟咯，好嘛？你试下用边个方法，用 gather town 或者用呢个 zoom 继续入嚟我哋呢度倾偈，好冇？好冇啊？你下个礼拜嚟唔嚟到啊？就系喜乐嘅心啊，善良。得 OK。多谢你。咁啊，今晚我哋就向各位咩特父老啊，山東父老啊嘛，或者喺網上邊再聽翻嘅叔伯兄弟嚇，再見，我哋後會有期，多謝曬明安，拜拜。
余神祝福你，燕神同你同在，拜拜，拜拜。